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慧玲，欢迎收看今日婚姻新闻。过年都要到了，观众朋友都要小心家己的钱财，唔通去用便宜。婚姻官一位66岁客停车司机，29号伫虎尾高铁怀疑载着诈骗车手，再往高溪乡向受骗的老阿伯收钱。司机感觉唔对了后，所以就来把车开往到六公镇派出所。虽然诈骗车手伫发现唔对了后，都马上逃走，但是好加在伫好心的民众、司机、警方的共同协助之下，顺利把犯人逮捕，并且加借50万元来刑罚老阿伯。在29号下晡，到了公清派出所外口，民众大声喊着有诈骗车手。随后，警方是马上外出了解，然后发现一名客运车司机拿走拿货，要来抓一名疑似诈骗车手的男子。随后，在好心的民众、客运车司机以及警方共同合作之下，是将犯人来抓到，并在伊的卡包内底搜查到50万的现金。哎呦，干嘛？我没干。好了，都快派出所了解了。我们回派出所了解。你搞成这样，我自己的钱啊，这真的是我自己的钱啊。这是去哪里领出来的 ？ATM 吗 ？ATM 怎么会用这个绑？这个不是啊。29日下午13时许哦，本分局公证派出所外面哦，突然有民众大喊有车锁，那我们远警听闻后，立即冲出外面查看，发现一名计程车司机哦在追喊疑似车锁之男子。便立即加入追捕行列。根据警方后续了解，原来这名客运车司机是伫虎尾高铁，载着22岁的廖姓嫌犯，前往高雄乡来向一位阿伯收取钱财，因感觉怪怪，怀疑伊是诈骗车手，因此是直接载着伊前往派出所来报案。那当天他是载到这个车手的一个男子，然后到这个古坑地区，那在等候的期间，哦，他发现这个。哦，这一个车手的男子向一位老先生来收钱，那觉得可疑，哦，在返程的过程当中，驾车往斗六市区来，哦，来行进，那到公证派出所之后，就直接把这一个计程车开到公证派出所。警方表示，即摆当将诈骗车手来抓到，顺利将阿伯50万来补掉，一切公路也拢是热心的客运车司机，而警方当下也颁发奖金给这位司机。那经了解哈，这个被骗的一个林姓老翁，在接到警方通知后，赶到这个派出所领回被骗的50万，才知道哦，原来是遇到这个假称健保卡遭盗用的假检警的一个诈骗手法。那幸好遇到这个机警的一个计程车司机。现在诈骗的手法8款，警方会来提醒，出来有看年长的长辈一定要来注意，避免来受到诈骗。记者江怡，长报道。